我们就先开始吧，已经8:32了。然后，如果这个会员服务部的战友来了的话，请可以这个播报的话，我们就再加入一下，好吧？暂时没看到。好，那我们就先开始了。就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我们固定周一的这个畅想。今天是周一是由。我们公关外联还有线下活动指挥中心来共同主持的。今天轮到的是这个昆州战区的主持，我是提拉米苏。今天由我来主持今天的这个畅想。希望大家发言的时候，没发言的时候尽量检查一下自己的麦有没有关。然后发言的战友也请注意一下时间，这样子。那我们就先请这个线下活动中心的，悉尼战区的 Grass 在吗？Grass 草在吗？请你先来分享，可以吗？好的，好，请提拉说。米苏，好，等一下，我让停一下啊，好，好，没关系。要不你先是文熙来了没？先让他分享一下，然哦，后，好，文熙也可以。文熙，艾瑞克在吗？那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悉尼的最近的这个情况。没看到文熙艾瑞克。或者我看这个我们维州战区的易海扬帆战友来的，要不你先来吧，可以吗？方便吗？一海扬帆。哎，好的。好，谢谢。哎，各位战友，大家好。我们这一周也是一切如旧，然后一切都正常，没有任何其他的，也没有听到其他战友这个染病的情况。那主要是呢，这一周呢，咱们的关注焦点就被这个唐山这个事件给影响了，所以大家都是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从而就是可以看出。在这个可以说，在这共匪国呀，就是所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不发生的事情，就是所有你想不到的事情，它都能发生，而且呢，就完全是一个兽，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动物世界的感觉，大家都是在这种弱肉强食当中，就是勉强着活着。可以看到大家都非常痛苦，但是呢，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可以说更好的解决的办法，大家也逃不出这个牢笼，就是每个人好像都是头上有这个枷锁，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真是怎么说呢，又既痛苦又无法摆脱这个环境。确实是让每一个人活得都非常的艰辛感，大家就是这种活着的，这个越来越让大家就是逼着每一个人都去，都去，可以说是大家都不想好好的去活着，都是在一个可以说一个勉强的状态下，能够凑合着活着吧。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说。大家都是这种互害是越来越深，而且呢，完全就是可以说是互相就是让大家就是你死我活的这种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也是呢，共匪的他自上层这种白热化，政治白热化，然后呢，他们根本就不管底层发生的事情，所以就变相让底层的这些管理者误认为。现在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就传导下去以后，大家都是这种非常疯狂的这个，可以说在这个末路狂奔吧。就说我们很担心，看得很揪心，很痛心的一个事情发生，包括还有什么这个一对老夫妇，是不是这个丈夫拿着菜刀砍自己的妻子，就是一刀一刀这么砍下去，就可以说是就说哪来的这么大的仇，这么大的恨？就是可以说，这共匪的这个毒贯呢，就是让我们确实是无法摆脱。
看着让我们很心痛，很心痛，但是呢，又无力解决。我自己呢，就在想着，我说文贵先生他这几年这爆料，他是怎么走过来？这种每天都这样的事情都走过来，就我们平头老百姓身边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很难，一个事情发生以后很难让人平复。你之前的锁链女，就是这种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所以很庆幸是我们。现在这个在国外就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但是呢，我们也是为国内的亲人呀、朋友啊、我们的同胞啊，确实是，非常的这个痛心，所以我们觉得，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把这种悲痛吧，化作成一种真正的一种反共的这种力量，这个所有的苦难，只有共产党消失了，这些苦难才会伴随着。逐步的去消失，否则的话，确实是这种苦难的，它像一个锅盖似的，它把整个的这个锅给盖住，让大家没有任何可以自由喘息的机会。所以在此呢，也是我感觉的，我个人的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人们能够觉醒吧，让中国人能够觉醒，希望大家就是每一个战友都能够。爱护好、保护好自己的和家人，自己家人，然后尽量能够唤醒国内的同胞。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好，非常感谢一海扬帆大哥，我非常同意你说的，这个事情相信大家也都看了。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他有研究到什么父权的事情，说是对父权的一种挑战。我觉得多数情况下大家是看不到这个本质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没有接触过爆料革命的中国人，觉得没有办法推翻这个邪恶的政权，所以导致了一种，哎，反正没发生在我身上，就这样吧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怜的一个事情吧。下面我看到这个文普智开进来了，想问一下今天这个会员服务部还有播报吗？那个现在畅想那个可以播报吗？哦，可以呀，可以呀。刚才看你们没来，所以我们就先分享行，了。那好请，的，有请。那个铁铁，那就铁铁开始吧。哦，好的，谢谢。我没看到他之前。哎，你们好，战友哦，们好。好的，请。今天由我来给战友们做那个畅想播报。第一个，请没有填写 G Club 统计表的战友尽快填写表格。一，G Club 统计表范围包括2020年到2022年4月30号所有购买 G Club 卡的项目，包括直接买卡项目投资和 HDO 报备买卡的。第二个。请按照要求上传所有的付款凭证和卡号截图，包含完整卡号、等级、金额、付款状态、订单号、邮箱和信用余额，尽量把凭证放在一个 PDF 里。第三，如果没有拿到卡号，可以等拿到卡号后再填。多卡申请，如果拿到部分卡号，可以先提交已经完成的卡号，以 G Club 注册邮箱为单位，一个邮箱填一次（括号包含邮箱下所有的卡）。备注是：如果之前在机器人直接提供的表格填过 G Club 统计表的，就无需重复填写。如果之前没有填写或者没有按照要求提供完整的凭证（括号付款凭证和包含完整卡号、等级、金额、付款状态、订单号、邮箱和信用余额的截图），请按照上面公告信息填写 G Club 统计表。请。G Club 卡号还没有激活的战友，请私信大文注井号956060，注意一定要
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包含所有 G Club 相关买卡或投资（括号单纯买卡卡项目）HDO 的报备付款。第二个，已经成功付款，并且从扣款即日起超过14个工作日没有激活卡号。第三，已经联系了 G Club 客服，并且得到了客服受理的号码。备注是大文柱井号9560的战友可以在联盟服务器或者香草山服务器里找到。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与莫文井号9748进行联系。现在联盟为了帮助一些战友能够去购买HDO 和 HCoin， 长岛伟哥发的联盟公告的联盟基金的两个项目 HDO 项目和HDO 项目 HDO 有喜交所账户，但是入金困难，可以通过联盟基金来帮塔人入金帮塔入金，然后转入他自己的喜交所账户内。 HCoin 项目 HCN 项目是没有喜交所账户的，比如美加日地区或者有其他原因过不了 KYC 开不了账户的，但是又想购买 HCN 的可以通过联盟基金购买 HCN 的。两个项目都是填表，然后通过农场审核后能正常 KYC 之后就可以进行了，具体可以到联盟公告进行查看。在此呼吁战友们积极捐款法治基金。现在凡是强烈的战友需要加入农场的，不再要求必须有法治基金法治社会的捐款证明，但涉及到各项投资依然需要提供捐款证明。第三，所有的战友积极拓展第二媒体作战平台，目前主要有 Instagram 脸书、海外版的抖音 TikTok，头像换成特战女的 logo 依然会有额外的加分。第四，有需要加减标签的战友，请跟所在的小组、所在的部门，或者在004主文字室留言，或者在会员服务中心语音室咨询，值班战友均可。第五，所有符合一星、两星、三星条件的战友，请积极在自己所在的部门进行申请。会员标准可以在奥喜会员必读一栏里进行查看。第六，关于护照办理问题，请所有墙内符合七哥所说情况的战友可以联系所在小组部门报备。七哥所说的情况是战友必须自己能出国到欧洲，具体公告可以在战友与安红女士交流版去查看。第七，联盟现在急需乌克兰语和希伯来语翻译，乌克兰语、希伯来语与中文互翻，或乌克兰语、希伯来语与英文互翻都可以。如果有这方面语言的能力的战友，请与战友报备到会员服务部，请找三只松鼠战友。第八，喜交所近期对满一周年的客户进行年度审查，会发邮件并附件，以附件的方式附上一份客户尽职调查问卷 PDF 档的，要求客户30天内填写并签署后提交给喜交所。如果客户在问卷中没有变动，则不需要填写其他问题。如果有资料变动，客户需要变更资料的给喜交所存档，请各位战友及时提交，否则30天后逾期未提交，有机会被锁提款功能。容许客户最多30天回应，如总共60天后未有回应的，喜交所可能会进一步锁其他的交易功能。请收到邮件的战友及时回复邮件，没有地址变动的就填没有就可以了。
重点是不能不回复。第九，重要通知所有二喜的战友，在申请联盟各平台义工工作前，务必向所有所在小组、小队和部门报备，并由二喜管理中心通过。对于没有任何义工经验或者是义工工作极少的战友，二喜不会推荐报备。未经报备的战友，如果擅自以二喜义工身份申请到联盟工作标签，一经发现会立即通知联盟取消。未经发现而造成的任何问题、失误、错误以及影响二喜是不负任何责任。具体的通知详情请到战友与安红女士交流版查看。第十，所有的 CITI 银行的重要提示，即日起 CITI 银行在澳洲的消费银行业务已转给 NAB， 你的 PAR ID、BSB 账号和卡号将保持不变，但当前使用的 SWIFT-BIC 代码已更改，请以下三种情况请及时更新 SWIFT-BIC 的代码。第一，你要进行跨境资金转账和付款。第二，你设定的洗交所兑换收款账户是 CITI 的账号。第三，你申请 SEC 退款填写的是 CITI 银行的账户。洗交所的请自行修改， SEC 退款的请发邮件告知。SWIFT-CD 变更的详情请查看自己的 CITI 注册邮箱和相关邮件，或联系 CITI 的客服，具体情况可以到 G 系列工作组公告栏里进行查看。第十一条，战友一定要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战友之间出现的任何索要个人信息等可疑情况，请立即向农场反馈。谢谢战友们。转联盟提醒，两个私信战友实行诈骗的 DQ 账号，请战友们去这两个账号已经被二喜封锁了，可以去联盟去查看一下。感谢各位战友。谢谢，请主持人提拉米苏战友，继续，谢谢。好，感谢铁铁铁啊，我们每天这个会员服务部畅想分享的都是我们农场近期的动向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注意事项，所以才会这个每天都讲和提醒大家哦。感谢铁铁铁战友。好，下面我们接着请悉尼战区 New South Wales 的战友来分享。文熙艾瑞克来了吗？麻烦你方便开麦吗？哎，来了，苏导，谢谢。好，请分享。哎，战友们好，首先感谢Grass 战友的邀请。对，他昨天说那个周一跟大家聊聊天，就是近期的一些这个感想。那么刚好呢，就是说最近有在给咱们官号还有就是特战时讯找一些新闻素材啊，就是看到了一些这个澳洲本地新闻。那么这几天有一个新闻，就是西澳呢有发生了一起就是四个车相撞，然后非常可惜的是呢，那个一个六岁的孩子啊，就说这个在事故中这个不幸去世了。另外还看到一个，就是德国呢也有一起就是交通事故，就一个车直接撞到了一个学校附近啊，直接也是把一个应该是一名老师直接也是当场就是撞死了。所以呢，因为咱们战友都知道啊，七哥一直就是警示大家，就是五月开始一个全球的疫苗灾难就是将要开始啊，所以我就联想啊，这些这个交通事故当然咱们新闻上是看不到它具体什么原因的哈，就说只是我个人的好奇吧，所以我就是搜了一些数据。那么在那个澳洲呢，就说这个官方网站有叫它叫基础设施
还有一个运输研究局，它会每个月呢，就是出一份报表，那么对上个月的，就是全澳的，交通事故啊，还有死亡数据呢，有一个汇总。那么最新一期呢，因为它是5月的啊，它是报了3月的，但是3月因为那个北领地的数据缺失，所以说，没有啥参考。那么就是说，现在就是跟大家说一下2月的啊，它是因为它是2月，然后它会报一下，就是整个2月起算，然后前12个月的这些数据。那么其实结果呢，也没有啥意外，就是说，这数据上也看不出来说澳洲这个说交通事故啊有什么突然的猛增啊什么的。所以呢，就说，并且呢，咱们从这些主媒上啊，还有一些什么官方数据上也看不出来，说现在因为这个疫苗啊，这个对交通事故这块到底有没有啥影响？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吧，就是说，我是从他就说咱们全澳这个交通事故死亡。数据的一个2月份，然后它倒推12个月，就是一年，它整体数据吧，它一些数据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那么咱们澳洲呢，现在有就是90%的家庭都是有车的，那么总共有2000万辆的这个注册，就是在册的车辆，大家知道澳洲也不到3000万人啊，所以说基本上。也快每人都一辆车了，所以这个汽车的保有率还是挺高的。那么咱们在澳洲生活，是每天也是离不开车，所以说这个车辆，一个是咱们生活的这个重要一部分吧。但是，如果说这个疫苗灾难哈，就是说引发的这些，咱们说血栓呐、心肌炎呐这些，还有这个并发的癌症啊什么的，这个。这七哥也警告过大家哈，这个交通事故就是突然的这种交通事故啊，还是一个很危险的。就是说现在就像我自己开车，我也是很小心，就是说就怕这个有啥问题，就是潜意识的就是紧张紧张一下吧。那么就是说这个数据看了一下啊，就是说咱们。澳洲呢，这个18年到20年的整体死亡数据每年是下降的，但是21到22年稍有上升，那基本上每年也就是1100到1300人之间吧。当然这每一个都是鲜活的生命啊，就是我们也不希望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在这个按人群来分呢，就是说40到64是就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年龄段。我记得以前在墙内学驾照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老师也说，就是说，就咱们墙内当时也是说，就是那种驾龄就是超过10年、20年的，反倒是交通事故比较高的年龄段，就说可能是这个年龄段好多人就是说觉得自己驾龄比较长了，然后就是在驾驶这块儿可能警惕性就没有以前那么强了。那么第二个就是17到25的这个是，就是年轻人啊，就是咱们说刚刚拿到驾照或者这个拿驾照不久的，比如说那些红皮绿皮，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有的红皮绿皮往往是开的比较快的，然后也是总变道的，所以这个年龄段也是这个死亡率比较高的，然后就是工作日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比那个周末还有黑天要高一些，所以工作日是比较危险的。然后呢，这个男女比例呢，就是男性大概占1/3。虽然我们常说这个女司机一般要离得远点啊，但是还是男性这块事故率是更高的。然后全澳呢，就是说新州这块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其次就是西澳。新州虽然不大，但可能人口比较多，比较密集，所以可能这块事故发生率也比较高。
所以呢，就是我的个人的一点感想哈，就是说，就是只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会怎么做哈，就是说，一个是，这段时间就是也是按七哥说的，我们尽量就不出门了，就是一个你不开车，肯定就没这个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就尽量不开车。另外就是如果说一定要出去，那么我们就是还是防御性驾驶，一个是就是说保持这个不要超速啊。然后控制车距，尤其澳洲这个很多这个跟车是很近的，所以，如果你真是遇到你后面这个说有跟车近的，你就让一下呀，或者是，自己控制一下，就是说，尤其还有一些，开工具车的哈，还有什么开皮卡的，好多，也是开的比较猛，所以，离这些车还是远一些，还有就是一些大货车什么的。然后还是多观察吧，后视镜啊，这些就是看看周围有没有啥风险，尤其会车的时候，也是多注意一下。就是说，当然我这只是我自己就是感兴趣查到一些数据，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这个因为疫苗灾难引起的这个交通事故不要发生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澳洲现在单从数据上看，我们判断不出来，就说这个风险，这个灾难已经在澳洲发生了，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些这个预防措施，还是听七哥的这个警告吧，尽量这个只要是生活能保证的时候，还是尽量留在家里。苏导，这是我的一些分享，谢谢啊。好，非常感谢文熙战友的分享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啊！我觉得对生活在澳洲的战友也是一个提醒吧。你想，你前面如果开着车，开着司机突然心梗了，你的这个反应也是需要很快的。就是感谢战友。悉尼战区还有分享吗？Grass，好的，哎，提拉米苏，好，你请。哎，你好，我来分享一下了啊。嗯。好，谢谢那个文熙啊，我记得文熙讲的那个交通事故，我来分享一下，因为应该是前一个月的时间的时候，我就是有两个客人，他们有两起交通事故，都是进了 ICU 的，就是被撞的人都是因为开车开得好好的，哎，被其他车莫名其妙的，就是撞到了以后出的车祸。有两起，就是我自己知道的，就是这个。还有我分享一些其他的那个关于疫苗的灾难问题。我就是有一个，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个客人，他是一个制琴师，就做小提琴和中提琴、大提琴的。他呢，他本人是一个非常浪漫性格的人。他认识他的爱人的时候，他是16岁认识他的爱人，他二人14岁，所以他买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就买了14朵玫瑰，然后每年过生日都一直每增加一年都会15岁的时候给他买15支玫瑰，然后到他们结婚一直到他去年的时候是82岁过生日，他的夫人他就给他买了82朵玫瑰，然后呢，因为就这样子，他经常到我这里来买花，所以我认识他了。然后去年的时候，前两就上就这个星期，他的儿子过来给我告诉我，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下，我的父亲去世了。我知道他到你这里来买玫瑰，所以我要跟你要在你再继续买玫瑰给我的妈妈。”后来我真的是很惊讶，但是也不是很惊讶，因为他去年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他身体一直都不好。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打疫苗，他我没有办法，我只有打，因为我要去看我的夫人，他在养老院里面，我必须打。然后他的身体一次比一次差，然后呢，最近有2、3个月我就没有见到他。然后我前2个星期我还特意打电话到家里面，就没人接。结果他的儿子过来给我讲了以后，我觉得还是蛮惊讶的，因为我认为是疫苗的问题促使了他的死亡，这第一个。还有呢，我自己原来一个花艺师，他在5年前他得了那个乳腺癌，但是他动手术以后一直恢复得很好，他会经常过来看我，然后
去年的时候他也过来还可以，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打疫苗，不要打疫苗，我也把我的想法给他讲，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得打疫苗。然后上个星期也过来了，到我这来了，他就哭了，他说我得了肠癌。我说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你不能打疫苗，而且我们有其他的朋友告诉他疫苗对你不好，你本身就有乳腺癌，现在是在恢复期间。然后他说我没有办法，然后他全家都打了疫苗，他的母亲没有打，90岁，所以他们都得了那种 Omicron，他的母亲没有打疫苗，反而没有毒，所以他知道了，就是他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来跟我说一下。我看他流眼泪，我真的也非常的难受。然后呢，还有一个医院的工作的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到医院来看病的病人会跟他聊天，跟他讲，好多病人去看病都告诉他是疫苗，他为什么生病是因为他打了疫苗以后生的病。然后医生不允许他们说，哎，他们私下就是工作人员都在谈论这个问题，都知道这样的事情，他跟我说的。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一个朋友在 Central Coast 呢，他呢，有一个车间，三个人，同一天三个人去世了。他跟我讲，还有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孕妇，因为我之前就说过有一个孕妇，她的孩子过了2个星期都没出来，后来再也没有过来过。然后呢，我曾经有一个客人，她在3月份怀孕3月份之前3个月以前，她打了2针疫苗，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能打疫苗，对小孩不好。她当时很紧张，但她的预产期是6月份，然后我前2个星期我看见她了，她抱着那个小孩非常开心，她的小孩还不错。然后呢，还有一个孕妇呢，她也是打了疫苗的，但她的小孩是。7个月就出下来了，当时认为很不健康，到后来他没有给我消息。当时因为他也是打了疫苗，后来我就在思考，这个疫苗一定有它的不一样的成分在里面，或者是安慰剂啊，可能每个人打的都不一样。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要被公司派往日本去工作，然后今天来跟我告别。因为我们经常聊到疫苗，聊到各个方面的事情，他也非常相信自己，但他也没办法，也是打了疫苗了，但是他知道自己真相。然后呢，他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最近在韩国的，中文应该叫《弹子球的游戏》，很不错。而且呢，他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有着。特别是疫苗带来的灾难，让我很不舒服。就像过去那样要放下，因为你不能承受的太多，不然把自己的心理也给击垮。但是后来这个朋友在向我告别的时候，他说要去日本一年，然后我回来再看你，希望你都保着，并给我推荐了一个电影，他说你看看会很好看。其实我就心里感到特别温暖。后来我也在想。我觉得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能够聚集在一起，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彼此的背景，也不管有钱没钱，也不管说接受的教育的高低，也不管你来自于什么样的环境，至少我们是一群善良和善良的好人。所以我想，我们因为有不少的客人，他们会来感谢我，告诉他们一些关于疫苗的真相。所以我想，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为我们，每个战友都为我们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是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与光明的一群人。好了，over。好的，非常感谢Grass 的分享啊，他的分享每次都是跟我们分享很多实例，包括在澳洲是这样的孕妇，你是
你的医生也会推荐说，哦，没关系，你是可以打疫苗的，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但是真正的后果呢，我们又是很难去找到这个真相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下面我们看一下南澳战区的思乡油饼在吗？啊，在的，谢谢提拉米请苏。分享。哎，好的，大家晚上好。我那个阿德，上一周这个都一切正常，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六四，是上个星期了，六四的那天晚上，在阿德就是香港同胞在这个阿德的这个中共领事馆门口举办了那个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然后我和文国战友去参加了一下，那天刚好是很不巧下雨，而且后来越下越大，大概有将近可能有100来号人左右吧。虽然雨越下越大，但是没有人提前退场，而且还是陆续有晚到的人加入进来。那个他们当时是在这个领事馆门口也有投影仪，有大屏幕，然后。其中有那个香港的前立法会员许志峰，我们大家应该有熟悉他认识的话，在电视上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他是一直从头到尾都是战斗在街头啊、游行啊，还有和警察交涉，因为他是立法会议员，所以当时在电视屏幕上见到他很多次，他负责维持秩序，也负责跟警察这个交涉，保护学生啊、这年轻人的这些合法的权益啊、安全。他在会上也发了言，我是第一次就是现场见到这位许志峰议员，然后当时是，准备了很多那个电子蜡烛，那个人数因为也算是比较多了，那个中共的在阿德领事馆是缩在这个居民区里面，所以当时也是来了好几部警车，也是维持秩序，除了发言以外，然后中间有放映那个。这些六四纪念的当时的这个现场六四啊，还有这些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这些短片，最后呢，就是大家在那个愿荣光这个归香港这个歌声中，就是结束了。最后大家一起喊口号，就是光复香港啊，还有这个打倒共产党啊，都有的，和平的散去最后。然后我记得那天刚好是盖特的 Vision 上线，所以我就试了一下，就是现场我拍了2个小的短片，很快就立刻就传送上去，立刻在盖特的我的账号我就可以看见了。所以这个 Vision 是很好用的。然后我后来也发了盖文，那个文果就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我的那个盖文就转发给他的这个香港朋友了。这个也是增加和他们的互动，我是感慨，就是香港同胞从89年六四开始就一直是支持这个大陆的这个民主运动，包括六四之后，很多这些学运的领袖啊，很多都是香港同胞，包括梅艳芳，还有很多香港的这个有些可能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啊，很多的人帮助从香港，然后逃到西方世界。这么多年过去了，香港现在是那天我知道六四那天是香港逃到海，就是说逃出来以后，在海外，在全球各地都有举行这种纪念六四活动。所以在这里，我也是很感谢香港同胞，就是一直对大陆民主运动的这个支持，坚定的支持。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啊，交给那个提拉米苏。好的，谢谢思乡油饼。我觉得，香港不愧是郭先生说的我们的这个圣城，包括啊，6月12号上个周日吧，在这个昆州，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经常举行线下活动的那个地方，他们也组织了这个纪念反送中的这个活动，然后场面也是非常感人的。然后一会儿我们昆州的战友可以来分享一下。现在先请这个堪培拉的战友蓉蓉在吗？哎，提拉米苏，你好，哎，我一会在，儿我交在，给你好，你你好，好。好的，我那个什么，我们这边的话，也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然后我就是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堪培拉现在这边的疫情的这个情况吧。因为现在这个疫情虽说大家都不再提了，你知道吗？但是它还就是在我们身边嘛，每天都在发生。大家呢好像也就把这个现在也不当一回事了，你知道吗？就当成感冒吧，感冒这种处理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这边的感染率呢还是有643例，现在是，然后有80个人呢现在是在这个在医院里。这个另外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这643人都是哪个年龄段的，所以从这些年龄段里染病的这个数据也能看出来，哪一组人是最容易染病的。这里是0到4岁的话呢是37人，然后5到11岁呢是68人，12岁到17岁是49人，然后18岁到24岁的是44人，25岁到39岁是167人，40岁到49岁是114人，然后50岁到64岁是93人，65岁以上就是73人。所以从这个数据上来讲呢，这个25、39岁，还有40岁到49岁，这是最高的。这说明这就是青壮年这个年龄段是最容易染这个病毒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在堪培拉这边的话呢，就是打了两针的5岁以上打了两针的人现在是达到了97.3%的这个比率。5到11岁的呢是打一针的是80.6%。打了两针的是68.4%，然后16岁以上打了三针的这个比率是76.9%，所以这个从这些数据来看的话，这个比率就是打疫苗的比率还是很高的现在，所以接下来这个疫苗灾难应该是堪培拉这边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好吧，另外我就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说因为现在是冬天了嘛，是到了滑雪的季节，所以堪培拉我们这边附近的这个雪山现在这个雪场已经开放了。今年因为提早那个雪下雪这个提早嘛，所以雪山这边也那个什么提早开放了，所以这个大家对滑雪感兴趣的战友可以过来滑雪了。好的，那交放给你，提拉米苏，谢谢。好的，谢谢蓉蓉的分享。就是全澳洲来讲，这个疫苗的比率打的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像没有打疫苗的战友出门呐、然后进行一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防止这个，就是疫苗的这个刺突蛋白。谢谢蓉蓉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昆州的战友吧，先分享一下，然后欧洲的阿月，然后最后我们再把时间交给Berna 的和007，好吧？我们昆州的安娜 Q 战友在吗？安娜 Q 方便发言吗？我看到你在了，那我们就先交。我来那个什么了，我来说一下。哦，好好，那你说话。好。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吵，我先把这里的声音给关一下，因为还在那个工作。那个安娜她开不了，听不到声音。所以我就替他发言吧。因为昨天我们是去的那个612的那个活动现场，就是612纪念这个香港反送中这个3周年。那么我们到了现场以后，真的看到了这个香港人呢、这个组织能力非常的强，而且呢他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一代嘛，他们是这场活动的一个
主要的这个组织者，非常有能力，而且在现场呢，他们非常的就是演讲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资料啊的准备啊，还有现场的那个大视频啊，各种的这种设备啊、音响，还有到会的这些到会场的人都非常多，而且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看到，真的香港人呢，他在这一方面，他在抗争这一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同时呢，他们在这个血液当中呢，还是有那种追求那种自由啊，追求正义啊，然后呢，非常有勇气的这样一种发声。当然在会场上面我们也看到了有其他的这种一些不和谐的声音，那么警察呢就是在现场做了一些这个这个现场的一些秩序的这个维持，都非常支持这个香港的这些民众的诉求。同时呢，我跟那个007呢也到了这个会场上面，007也在那个上台做了一段演讲，是把这个整个演讲的气氛呢给他推向了一个小高潮。在那个当时这个演讲之后呢，还喊出了这个 Take down CCB 的口号，并且呢得到了这个这些参加集会的香港的这些同胞们的这个响应嘛，大家都在喊 Take down CCB， 并且呢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旁边一位香港人呢，他就非常明确的就知道，这个所有的一切的邪恶的根源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给他推翻掉，给他打倒，给他消灭掉，才能够把香港以至于全世界得以解救。那么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这一场这个这一场活动当中，我作为新中国联邦人吧，我是挺有感触的。因为呢，我们的青年们，年轻的一代，真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暴力革命当中来，还是相对比较薄弱，并且呢缺乏一个这个信仰和勇气。那么两个这个地方的这个年轻一代的这种比较，能够看得出真的他们年轻的这一代非常有勇气，而且组织能力非常强。这就是我的一些就是现场的一些感悟。那同时呢，我也想说的是，我们无论是香港人还是我们暴力革命的战友，我们的这个诉求都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邪恶的中共给它终结掉。那么我们是同样的这样的一种诉求，那么我们在这个内共的未来的一些活动啊，一些这个就是能够继续的这个能够合作，能够进一步的增进相互之间的这种信息的一个交流和了解。并且呢，我觉得都是为了灭共，我们都可以就是共同的一些组织一些活动啊，或者相互的邀请来参与，并且呢相互的了解。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我们参加他这个活动呢，那是让很多的这个香港人呢能够看到我们暴力革命的这些战友是真心实意的在投入这个灭共和支持香港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相信呢，我们将来会在这个灭共的这个道路上吧，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更进一步的认识。谢谢大家。好的，谢谢花儿，我是007啊。那个我说两句以后，我会让Anna Q 从我的这边发声，我跟他用电话连线啊。接着话的说呢，就是我们昨天呢 Anna Q 还有他的先生那么多香港的同胞，这里大概有200位香港同胞
那个他们的组织形式非常非常好，那个标语啊、口号啊，然后呢，他们用了一个很大的电视机在那里呢，就播放这个 BBC 的一个采访像那些名人人士，你们听得到吗？现在可以听到，对，然后最后这个组织者让我去担任上面讲了几句，我主要是告诉大家呢，就是说 CCP 呢是全球灾难的根源，香港是我们的圣城，我们作为新中国联邦呢，就是 Miles Gore 一是对香港人是特别的这个支持，从资金啊、组织工作、各个方面，对他们也都知道，所以呢，我说我们是一起来 take down the CCP。那么呢，我现在呢就想请那个 Anna Q 呢，来发言，通过我这个 Discord 来发。So Anna， 你准备好了没有？OK 的，能听到吗？能听到吗？能听到 Anna， 可以，好，请讲啊，可以。不好意思，因为我的那个 Discord 我不知道畅想，我进去但是听不到声音，已经是发生第二次了，所以非常遗憾，只能通过这个跟007的连线再跟大家沟通。那我是第一次进你们这个频道，然后的话呢，昨天的话呢，实际上是这个香港的叫做他们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做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lliance 的这个组织的话，他们是全球性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差的问题啊，比如说你今天早上的话，大概今天中午的时候的话是这个英国就结束了，那么英国是最多人的，因为我看了他们的发过来的照片，非常非常多，场面非常非常大的，包括就是 Manchester 啊、Nottingham 啊，还有那个伦敦啊，这些地方呢、啊、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就最近这个两年时间的话，大概香港移民过去了大概有10万人吧，至少我们的数据当中的话，大概有10万人。你包括我们昆州这边的话呢，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呢，大概有我知道的话呢，就是在上个月计算的话，大概已经有超过700位这个就是香港人过来这边移民，有的来的大概只有半年时间，有的来只有大概2周时间都有。所以昨天其实的话呢，这个就是在这个 Brisbane 的这个纪念活动的话呢，其实来的人的话呢，应该是超过230以上的，所以其实他们是组成了一个就是一个人链呐、啊，就是像以前的那个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求自己从这个俄罗斯独立出来以后，他们就波罗的国三国他们就手拉手的话呢，三个国家连起来，就是他们也去做这个就是拉人链。这个拉人链的这种活动的话呢，实际上在香港的一个反送中的一个运动当中的话呢，是非常非常流行的，就是包括学生啊，手拉手啊，大家就在喊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啊。由于他们现场的话呢，全部都是讲粤语的，所以的话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我们放出去的一些视频啊，很多人不一定听得懂在讲什么，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就是反送中运动的话，大家听说过反送中，但是可能不知道什么问题。其实612的话呢，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日子来的，就是612的话呢，就是2019年6月12号这一天的话呢，是全世界开始关注这个香港的这个事情，也就是香港的点燃了一个就是真正的开始，就像七哥说的，就是灭共的一个就是第一扇大门嘛。他们把这个就是 CCP 的这种就是欺骗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嘴脸的话呢，其实那块遮羞布已经拿下来了。因为对于香港来说的话，香港是这个就是怎么讲，是在这个 CCP 来说的话呢，香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们说是一个金鸡生鸡蛋的地方，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产值很高的各方面的就是金融的中心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那个612是什么意思呢？612的话呢，就是也就是在那一天就是成立了，就是这个就是612的就是救援的一个就是
一个账户吧，一个银行账户。所以这个账户的话呢，就是这个账户以后就是大家捐钱进去，全香港人很多人就是在612的时候的这天发生了以后，就是开枪啊，橡皮子弹啊，开始打这个催泪弹啊，就在香港开了第一枪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奥喜这个现在里面有人听的有没有这个我们香港的这个一些手足同胞在里面，如果是的话呢，因为他们都知道，所以612的基金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成立的。那么我当时的时候我也在香港，然后的话呢我是没有通过这个汇丰银行去转这个账的。因为为什么呢？从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一两个月的话，大家也知道这个香港的这个就是大主教这个陈玉军大主教啊，包括香港的一些明星啊，包括一些像那何韵诗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民主派的一些知名的一些议员呢、啊、他们都已经抓起来，全部抓起来，就是因为这个612的基金的问题。就是说是你里通国外啊怎么样啊，因为我比较清楚，就是612基金的话呢，那么汇丰银行基本上是给控制住了，所有的就是市民通过这个银行转账过去，支持他们这个反送中运动，支持这些香港的小孩出来在这个街头抗争的时候，这些户口已经全部都已经基本上这个账簿的话，七哥也说过，就是说他们都有账簿在，所以根本上有捐过钱的人，基本上你不用在香港有什么活动了，肯定抓你，用各种各样的罪行来让你这个就是坐牢。所以我们这个612的话呢，实际上我就想解释一下是这样发生的。那么当时612的时候的话，我也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金钟的这个街头，我闻到过这个就是这个催泪弹是什么味道啊，胡椒喷雾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我们非常有体会的。所以我们都没想到，就是说是七哥当然有警告过我们，说好像有这个就是解放军进来啊，各方面这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没想到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话呢，真的是打响了第一枪。所以612这个日子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就是有纪念的这个意义的。其实昨天这个活动的话呢，其实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活动，做这些活动有什么用？但是这些活动的话呢，就是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香港人的话，只要有港人的地方的话，他一定有活动，只是规模大和规模小。我们昨天的 Brisbane 的这个活动的话，是跟英国、跟美国、跟加拿大这些国家的这个活动嘛，是没法比的，因为相对来说人数是比较少的，因为他们那边的话，全部都是上千啊，甚至几千人的一个会场。但是的话呢，如果说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呢，就让人心不要散掉，因为我们都是从这个香港出来以后的话，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就我们如果说不联系起来，我们如果说是不互相去支持的话呢，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一个族群。所以这个是一个香港人的一个凝聚力啊，可以说是一个凝聚力。所以昨天的话呢，我们在现场的时候的话呢，大家喊出这个，就是因为现在这些在 Brisbane 的这种活动的话，举一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个旗帜的话呢，实际上在香港是已经完全不能做。包括六四的时候，香港举行了30多年的这个六四的维多利亚公园的这个烛光晚会纪念这个六四的，已经是30多年坚持下来的。但是的话呢，由于这个国安法的问题的话呢，全部都已经就是禁止了，所以香港是非常非常平静的，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所以作为我们在这个就是外面的已经出来的这些人的话呢，那我们就希望就是如果说在香港现在做不了的事情的话，那我们让它全世界开花，我们在世界各地去做。所以这个是就是昨天那个007战友跟这个花都在这个现场的话，他们应该就你们都应该都感受到香港的这种怎么讲，一种团结吧。反正大家遇到的话呢，都像认识了很多年一样。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可能只见了一面两面，但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就是可能说算是一个 channel 的吧，一个频道里面出来的人，所以大家讲的东西都是一样。所以整个反送中事件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把这个就是支持自由民主法治。其实我们之前我们在这个香港的时候的话，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所有出去抗争的人没有一个人要求过说是要香港独立的，
但是的话，我们只要求是回复一国两制。你中英这个就是联合声明这个条约的话，大家必须要遵守。我们认为我们是这个就是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是这样的。但是事情的发展了以后的话呢，现在已经逼到大家的话呢，其实昨天我蛮开心的就看到一件事情，大家把这个就是香港必须独立那个口号，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场的有没有听懂这句广东话，他说是香港独立，然后下面的就接着说一句是唯一出路，然后就是光复香港，然后下面再一句就是带头的叫一声，然后下面就马上就随口就出来了时代革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刻的话也挺感动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慢慢的话呢，就是说把这个就是新中国联邦这个灭共，其实我在他们这个会里面的话呢，我是经常讲新中国联邦，他们也知道，他们说你们的规模很大或怎么样。然后的话呢，就是我都基本上把我们的在美迪卡的救援的这种视频啊，我随时手机就打开给他们看的，他们也很羡慕，他觉得我们好像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实力，非常有实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以后的话，慢慢有机会的话，可能我们可以就是说是，就像香港人讲的，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对吧？我们就是可以把就是有些活动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是互相去支持。当香港人比较少的时候的话，特别是在我们澳洲比较少的话，那么我们新中国联邦的人的话，其实大家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可能就是大家的语言有一些不同，一个是粤语，一个是国语。但昨天这个007战友也非常非常棒的，在这个现场的话，我们安排了就说，安排他上去讲两句吧。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大家先冒冒泡嘛，对吧？以后机会多的是嘛。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了。以后有什么活动的话，我会提前告诉007战友，然后我们看怎么样的去 support 一些香港的同胞，好吗 ？OK， 谢谢。好的，谢谢 Anna Q 战友的分享。我再补充两句了，就是说昨天的场面确实很那个，都很好。我上去发言就是说，无论我们来自何方。啊，香港、台湾还是新疆啊，还是西藏？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灭共，不是反共，是灭共。只有灭共了以后呢，我们才能这个独立区形成香港 Free Hong Kong 啊 ，Free Hong Kong。对，我看到 了。所以你昨天最后不说的时候说的那个。贴上 CCP， 大家全部都跟着一起贴上 CCP 嘛，对吧？是的，是的，这个挺有意思的，真的很开心的。对，群情极昂啊，加上我的嗓子。现在他们都认可了 take down CCP， 以前他们并不是啊，我们只需要这个就是回复香港一国两制，但是现在他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对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达到齐哥说的无我。我们不要说我们是香港人，我们都讲英语就可以了嘛，讲英语就可以，没问题。对对 对, 对，我们也听得懂一点广东话，他们也听得一懂普通话，都没问题的。就是我想呢，具体来说的话，应该通过我们的 Anna Q 啊，你那边的影响力，你又是捐款者，又是这集体的，你跟你的先生集体的活动的分子，这样的话呢，把他们首先我们在一个平台上，例如说盖特平台。他在那里发生以后，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呢，号召香港同胞都把它卷到盖特，开个账号到那里宣传啊。这个的话呢，给他翻译成英语以后，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才是最大的一个平台。否则没有别的平台你们可以发声的，你要自己建个平台也很难，自己在里面自己内循环也没有用。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就是为什么我们农场这么重视我们的英文节目呢？我们英文节目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要走出去，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这个新中国联邦现在已经通过这个五年的爆料革命，吴先生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和规模，所以呢，香港的同胞呢，我建议应该顺势而为呢，打我们这条拳。本来我们吴先生就是首先他是最主要的支持者和行动者嘛，香港那边的朋友也都是很信赖他的，所以呢，应该每一个地区，特别是我们布里斯班地区的话呢，这个我看到了安娜 Q 和吴先生的影响力，我也看到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把他拉入进来啊，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一起来发声，我们也帮着他发盖特，然后呢，这个来做节目，而且还有躺平币嘛，是吧？你们过来以后也要生活的，可以有生活之来源呢。你没有这些经济实力或持续的经济现金流，
再加上我们这个媒体平台的后面的 GTV 出来，我们多开一些粤语节目。我知道的，你也有想法要加入这个粤语节目的这个直播组，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非常谢谢你。所以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以一个目标，就是推翻 CCP， 然后建立我们的新中国联邦，让香港也作为联邦独立，是吧？不是什么一国两制就已经 out 了，这个已经英国人都搞不定了，那就不跟是了。昨天小朋友还有点幼稚，还是要跟 CCP 政府去谈，你跟他谈，你一谈他就让你消失了，你跟他谈什么？这个是他对跟他们来说再也谈也是没有什么可谈的，就直接 take down CCP， 这是我想说的。那我们就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呢，那就还有你先生，还有你们香港这边600-700位香港同胞在布里斯班的努力，一起来加入我们这个澳喜啊，是吧？这个没关系的，我们都是平等的，战友都是平等的，所以呢，就你就利用我们这个平台吧，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个平台，这样我们的每次的活动就名正言顺的，我们就跟你们一起去做了，没问题的。我相信都是为了 take down the CCP 嘛，对不对？都是中国人。我补充一句，我是一直希望这样去做的。然后我也把我自己的Getter 的这个账号也给他们去看的。然后我知道他们里面有几个人已经是有 Getter 的账号，然后他们大部分的话呢，还是在用那个 Facebook 啊。还有用的 Facebook 是比较多的，用的 Twitter 用的比较少，因为他们认为 Twitter 不安全，所以用的 Facebook 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会跟他们讲，跟他们一些就是一些主力的一些那几个负责人的话会跟他们讲，然后我们也会经常见面的。那么我每一次见面我都会说给他们去看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是没问题的。反正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我因为我们跟这个就是香港人的这个理念是一样，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对吧？都是只有为了一个目标，就 take down CCP， 这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他们说现在说的也是到了这个点上，因为以前香港人都是非常非常斯文的，非常规矩的，不会说是跨越一组，就是跨越什么红线，他们不太会的。但是现在的话，他们你看我们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叫 take down CCP， 我们都是自称为自己是合理非合理的非暴力的诉求，是这个叫合理非的这个一个勇武派，一个是合理非，我们是属于合理非。现在这个情况就已经把我们逼到已经是。变成了这个，就是也变成了在海外的勇派，所以我觉得没问题的，我会传达007的这个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这个一些意愿吧，好吗 ？OK， 好的，非常谢谢。好的，那我就我们的发言就到此吧。那个花儿，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OK， 如果没有的话就好。非常感谢安娜刚才分享哦，然后也感谢007和花到现场这个活动。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的勇敢，尤其是香港人，就像郭先生说，香港人的努力和香港人的这种勇敢才让这么多的才能有这么多声势浩大的这些国际的运动，和这么多像美国英国才能站出来支持他们。当然我觉得我们也真的是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下面我们请这个欧洲的阿月战友来简短分享一下吧，我们今天畅想也有点超了。好吧，阿月在吗？好，在的。好，谢谢。好，确实今天时间有点超。那我们法国的新确诊人数大概有70,000多人，说是这么说，确切的数字我觉得我周围已经没有什么听不到什么确诊人数了，然后超市啊这个戴口罩的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就生活基本上恢复正常。这因为气温升高的原因吧，现在感觉到已经到30度左右，这可能到35度，所以法国气温有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游行示威，我们的游行示威呢，因为星期天是立法选举活动，所以被市政府拒绝了，那我们就改成了小聚会，大家还是跟平时一样的聚点，然后在那站一个多小时，就说我们还是在这里，但是就是没有举任何的标签啊、标牌啊，什么口号都不能再喊，就是大家聚会，平时聚会拒绝。
然后就改，然后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改到湖边，拉出桌子小椅子，然后大家分享美食，这是就是一种感觉是朋友聚会的形式了，这是我们的就是聚会形式，下个礼拜也是一样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分享一下那个立法议会选举，第一轮选举结束了，在6月13日，这一次大概有6293名候选人，当中要产生577名国会议员，这个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烈的，还是比较激烈的。这个惜票率就达到了52%到53%，大概就是说有一半的人没有参加选举，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而这个选举的结果呢，是左翼联盟，就是梅朗兄和那个执政党克隆之间是不分上下，大概都是在20%到26%左右。所以他们的就是下一轮的第二轮的竞争的话，是他们之间的竞争力是比较强的。然后那个极右翼国民联盟选举，他的得票率是18.5%，居第三位。我呢就说一下，我也参加了这次，因为我现在已经得出结果了，我的选票率是在1.25%，我也参加了这个候选竞选，所以得票率在558票，所以在就是给我的这个小团队里面带来一点得票率呢。如果我的小团队他的选票率能够达到5%，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费用就会得到一定的那个补偿金吧，就是说选票所用的费用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销，所以我的作用是在这。当然我选举的机会是可以说1%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小的，毕竟作为一个新人。所以然后马克龙他的15位部长也投入了这次选举，当然他马克龙已经明确表示了，如果他的部长没有在这次选举中获胜的话，他们就会失去部长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的也是比较残酷的这一次。所以我的分享今天就简单到这里吧。好，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阿月的分享。你太棒了，你还就是能在当地参加这个议员的选举，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下面007 Bernard 还有要分享的吗？有。嗯，好，交给你们。Okay, Bernard, are you ready?Benny. Yeah,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just had to unmute myself. 晚上好，大家。Yeah, I'd like to, start off with the, on Saturday, I attended the candlelight vigil in Brisbane Botanical Gardens. At 6 or 7 degrees Celsius, we started out, and, yeah, it was quite moving.It was a worldwide gathering of various cities around Australia, around the world. It was about the people who have died, the families who have been separated from the jab, business loss, just the emotional stress, people have committed suicide, etc. So it was a time for reflection and healing.Of what's happened over the last 2 years. The ceremony started off with an Aboriginal elder called Takajakamare, and he spoke about lots about the elements of the earth and the water and the fire. And he spoke about how we need to go back and look what happened in the in history of howThe Aborigines are treated on this earth, and it's a time for healing. It's a time for also, too, that they recognise that Australians, if you're born in this continent, that we are Indigenous to this country as well. And there was also another speaker called Lance Brown, and he spoke about how we also need to incorporate the Aboriginals.Into this new Australia, and we're going to rebuild this country. We are now finished banging the drum. We've done the protests, and now it's to get on and build this country up again. Thank you.
Bernard 刚讲的就是大概情况是，他星期六的时候在布里斯班的植物园参加了一个 Dark to Night， 从黑暗到光明这个主题的一个聚会，在晚上六点钟开始两个小时，很多很多人来了，其中呢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领导领袖在这里讲了一些话，就是分享了一些，还主要是讲的这两年以来呢，由于 lockdown 啊，由于疫苗啊的灾难啊，很多人死掉了，工作也没有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呢就交谈一下，心理上给大家疗愈一下，然后互相抱团取暖，而且还讲到了实际上呢他们其中一个领导是这个澳大利亚人，他说叫 Ken， 他说我们要开始要重建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建立我们的银行系统，然后呢给 Rothschild 他们那些就是这些这个沼泽地的银行系统要分开，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此等等，对，对，当然是澳大利亚自己人的觉醒的一个过程呢，给我们分享。我觉得这个叫做澳大利亚的这个项目啊，名字叫做 Ken Brown 呢，是他们的一个西人的领导，在里面跟土著人呢、啊，还有他们的所谓土著人，只要你从澳大利亚出生的，你都是澳大利亚的土生土长的人。所以呢这个 Aboriginal 是已经这个概念已经扩大了，不只是那些原住民，而是澳大利亚出生的人啊，就像我们的下一代的话都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Aboriginal， 对，就是原住民和澳大利亚出生的。所以关于他们讲的具体的行动方案，我看了一下，就是关于银行系统的重建。我跟 Bernard 回了一下分享的，我说如果他们按照新中国联邦的这个喜马拉雅相机这个形式喜人曲的形式呢，可能就是可以的，否则的话你没有高科技，没有大量的资本，你是这只是一个梦想而已，我们知道，就当然这个话只是他只看 Bernie 能不能跟他们传递过去，跟咱们合作，干脆就加入我们的喜人曲就行了。 So Bernie, as to the rebuild of AustraliaThe Australian project proposed by Ken, I think Ken Brown, you probably can be the ambassador to go to talk to Ken to look at our Himalaya Exchange to see if they can copy our system. If without as a starting point, without AI technology, you're not going to survive the banking system. The old banking system is gone. So we're going to start the... What they're proposing is, first of all, is...reflection healing of the Aborigines to start from there and incorporate into the new Australia. They've also got plans of, they've got access now to $100 billion. And it's not the Rothschild banks, it's separate banks from the UK, et cetera. They've also got, they're going to start a new oil refinery in Australia. There's plenty of oil here.They've also got plans for shopping. Instead of being the Woolworths Coles, there is a plan to start a new shopping, they've told me about it discreetly about who it's going to be, but they haven't negotiated. They've still got to negotiate yet. The shops are there now. It's just a matter of taking over. As well as that, there's big plans of manufacturing in Australia. Like, as well as that, the Aborigines...It's like they own a lot. There's a lot of sacred land that they actually own. And companies like Heinz Timber are all scattered out through the forestry in Australia. And they're exporting all our timber overseas. Well, because they're on sacred land, the Aboriginals can take that land back and send them a bill for rent for the time that they've used it. So this will be part of a plan. There'll be schools, homeschooling, there's going to be hospitals because now unvaccinated can't go to hospitals. So there's a new health program to incorporate unvaccinated people, as well as bringing alternative medicine into the system as well. There's lots of plans going ahead, and it's going to be within the next 6 months. So they're still using Australian dollar, right?They're using Australian dollar, yes. Yeah, but no. I think they need to. They don't have the support. I'll be bringing him on flip side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Good. I had I went to another meeting yesterday. It was the TAP Gold Coast, which is the
the Australian Project Gold Coast, a branch of the Australian Project, and I'm going to get involved there as well as part of their team, just to be have my few things of networking in the different community. We need to be in the community to get exposed as well. To get the trust. At the same time, I think just introduce all the Himalaya exchange system, HPA. Sure. Yeah, HPA, and I'd like to come with you and then give them presentations. So yes. Our model. They don't have to reinvent the wheel, but we can help them to correct. Use. Correct. They're welcome. They don't have to invest the billions of dollars into a wheel. We already got the system for them to share. Right. Shit. But okay, what happened good. Was, because I went to the Candlelight Vigil on Saturday morning, I got introduced to these people, these guest speakers, etc. Then we went and had breakfast with Kent Brown and his brother Lance, which I sent videos of for the 30 minutes websites, etc. Did you put it on the Getter and get a few posts? No, I didn't do it on Getter. I only put it on, actually, I'll do that. I've only put it on our... Put on the Getter and let them all in the Ken Brown and Getter. Okay. He can show what we're doing. Otherwise, he doesn't understand what is behind you and what is the strength. Yes. Yes. And okay. Tell them they can create the money from air. Okay. Yes. I'll do that as well. Good. But it's a very interesting weekend. It's pretty full on. And also, having lunch with them as well yesterday. At the German Club down the Gold Coast. So they meet every Sunday. So I'll be making an event to stay in touch with these people. So it's the only way. We've got to network in the community. We really do. And expose ourselves and what we can do to help each other. We're a community. It doesn't matter. You remember the new Federal State of China, we provide the foundational resources of finance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who doesn't want to, associate with the corrupt government. The globalists, that's right. Yeah. Okay, that's right. So that's the way we are. I think just introduce them more about what we're doing. Let them see the lights. Now, for them, it is free, okay? So that works. Yes. What I'll do is I'll go next Sunday, then probably next week I'll introduce you as well, and we'll do a talk on the Himalaya Exchange. Because they're already allocated next week as a guest speaker. So the following week, the next week is about a food co-op. They're establishing the food co-op. We'll be buying the food. Get away from the. So we're buying the food from the actual farmers, and it'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times ahead. Okay, that's good. So, 刚才我跟 Bernard 两个讨论的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些对政府是极度反感的这些人呢，自己开展了一个组织跟澳大利亚土著人，土著人有很多很多土地，他们土地下面有很多资源，准备开发，准备来这个跟这个全球主义 globalist 给他们分开。我就跟他讲新中国联邦的这个洗钱取的金融系统，点对点的这几乎不要钱的支付系统，这个他们要能加入的话呢，那我们的可洗币的使用性，所以本来说的。后面的几个星期呢，会邀请我们一起，昆豆的战友一起，大伙一起去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洗钱取的系统，以及我们的 HPay 的系统。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啊。这边那行 ，OK， Bernard， let's start the next one， 我们开始讲下一个。Okay， there's a bit of a move to Northern Territory. It's great. What about the election?We've got the AEC, we've got Steve Dickinson. They're going to, we feel that there's going to, the AEC has compromised what's happened in the last election and with staff directing people to do certain things with votes. So what happened was, I won't go into it, but Steve Dickinson is looking for donations, fundraising, to do some work to fight.What happened in the last election? Okay. This one, I think we just skip this one. Go next. All right. Okay. Go next topic. We've got, this is more reflection on what China Dole and Bindi be more know about. Coles and Woolworths and BHP
in West Australia are still requiring the vaccines, yet the rest of the state has got rid of the mandates. So China Doll and Bendy can explain more about that. 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 Coles 跟 Woolworths 这两大这个零售巨头呢，还有 BHP 他们一起呢，就是说，虽说西澳政府已经把这个 vaccine mandate 这个疫苗的强制疫苗已经废掉了，但是这三个组织呢，还是要求他们的员工必须要打了疫苗才能接受他们去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我看这个those are the globalists， 他们是属于全球主义控制的供应链，这样就是一个七哥说的这个粮食危机啊，供应链危机，首先是民以食为天嘛，这个食的方面，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就是西澳的战友们，你们要多灌注一些枪的豆和冰底啊，你们有机会可以聊聊这个事情啊。Okay, next one about the what about the yeah, the Northern Territory is scrapping vaccine mandates for workers. Basically, it's going to be relief for industries because there's just short staff shortages, and it also reflects in New South Wales as well. There's lots of problems in transport, earthbound industry, etc. We all know that there is all problems, even in Queensland, other states, that they just got no staff to cope. Northern Territory, 北领地，还有新南威尔州，包括昆士兰州。在这个运输行业、教育行业是基本上他们一半的人都由于不打疫苗的而没有上班，所以说这个我们的失业率其实没有包括可以就业，但是呢主动的或者说被动的被辞退，由于不打疫苗的，要把这个加起来的话，我们的失业率肯定不止四，美国的失业率都是八点几，今天晚上就是从五月份的数据显示8.2%的失业率。那在这边的话，如果在教育行业，昆士兰可能有50%的失业率。你想，因为一半的老师都由于反抗疫苗没去上班了嘛？啊，这几大州呢，由于实际上没有人工作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就不需要 mandate vaccine， 就是一个反强制，反逼过去他们要放松这个啊，很好的事情。Okay, about the land tax, about the tradition.Is phasing out the stamp duty and introducing a land tax. New South Wales Premier Dominic Perrottet. Basically, it's a big overhaul of the stamp duty, what's been going on. So it'll be a key part in their monthly budget. 政府由于财政的困难呢，除了印钞票这个大量的这个被负债以外呢，他们现在想呢，就是把原来的所谓的 stamp duty， 就是你拥有土地或者拥有财产，拥有房产的话，不动产的话，你每年要付这个 stamp duty 嘛 ，stamp duty 印花税。那现在他们把它变成什么呢？变成 land tax， 变成土地税。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增加他们财政收入，这将会更加的把通胀提高，生活成本提高，就大家要看着他们啊。这个为了 agenda 2030年。所以全球局看来还是在澳洲是很活泼的地方啊，澳洲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 watch 他们，要看着他们，不让他们太疯狂。 OK, next one. Queensland is predicting an increase of 50% in their state, and so therefore they're going to invest like $780 million. This is to increase by 50% by 2036.I think they'll, for a diagnosis of a cancer. So basically, this will be, that's what they're saying, 2036, but it'll be before that, because we know what's happening, and it's going to blow out. They're going to invest $780 million for a cancer center in Brisbane, plus investing in Royal Brisbane Women's Hospital to receive...more people, etc. So the whole hospital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all upgraded to cater for cancer patients. I wonder what's going to happen there. 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昆士兰的卫生部的部长说，
由于他们由于这个未来的这个癌症的患病率将增加50%，增加50%，癌症的患病率，所以呢，现在他们有一个预算，1亿多的预算要在布吕斯班的，要建立几个癌症治疗中心，这个其实这就是全球主义玩的花招啊，把这个他们在医药方面的成本呢、预算呢，还有资本扩大，实际上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呢，要知道都是我们税务纳税人的钱，然后提高他们的这个资本的占量和这个收入的来源，这是非常邪恶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讲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这么大癌症的增加呢？澳大利亚的这个山高水低见牛羊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癌症增加？所以他们不说，就是我们要做节目就把这个深挖出来，告诉他们由于七哥说的，由于这个疫苗的灾难，永远不止50%，增加50%，你开玩笑，估计你想看一个是20%人啊，未来打了针的人都得癌症的话，那起码要增加有17-18%吧，是吧？17-18%，得增加这个是多少倍啊，是吧？那就是多少倍了？因为那些人是由于癌症而死亡，所以这数据就看一下就行了。好了，那今天时间比较晚了，我们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各位战友们，交给主持人提问结束，谢谢。好的，谢谢007和波娜的分享哦，感谢今天所有来参加畅想的战友，还有分享发言的战友，特别是刚刚加入我们的这个安娜 Q 战友分享的关于这个香港612的事情啊，非常感谢。好，那我们今天的畅想就到这里了，谢谢所有的战友，大家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好的，晚安。嗯，拜拜。谢谢，拜拜，辛苦大家了。